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咬一口甜甜的呀，小铃铛，打个招呼。嘿，小伙伴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接下来玩的这张地图是一张粉丝制作的新方块地图，叫做机会方块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好了，咱们先看一下告示牌上的内容，机会方块。然后这边什么作者什么玩意？看我视频一年了，什么给了他很多快乐，这是他的 QQ。然后本地图为新方块地图，作者的话是这个木子将军，这是他的命令号。喜欢这张地图的小伙伴就一定要去下载。然后箱子里面有东西，这边还有什么东西吗？因为小铃铛姐姐喜欢黄色，所以赛道是黄色的。本图没有惩罚，然后这边什么沐浴哥哥是绿色。你是绿色的，可恶。因为我不知道写什么，所以为了美观，嘻嘻，然后没有别的了。来吧，咱们看。不是你干什么了？没干什么，你干了什么？没干什么。不是，你偷偷的背着我，你干了什么？跑我这里来？没干什么，哥哥。哎，我这明显少了个幸运方块，好吧？你偷走了？没有，你看错了，哥哥，你那里就是少了一个，所以我才去看一下的。对，真的吗？对。我是觉得是不是有什么神器之类的呀？我就去看了一下。好，咱们看幸运方块吧。好的。这什么罐装手雷，大黑板十大神器之一，好像很屌的样子。能量剑、冲锋枪、左轮手枪，不是这枪里面两头鸡屎，是不是你放的？什么呀？什么？我没看见啊，怎么了？这鸡屎上面为什么还有三坨白点点？那是奶油吗？那应该是猫的热气吧，哥哥。这啥玩意？樱桃炸弹、狙击枪，普通装备我就不拿了。鱼骨功十大神器之一，木鱼专属神器，好像很屌的样子，听起来挺唬人的。龙突刺、召唤龙吟巨人，不是你在闷声发大财吗？都不没说有话啊，没的。有啊，哥哥，金箍棒、毁图神哥哥没器，有啊。这啥玩意？召唤小灵珠，召唤木鱼蛾子。我发现我都被他们玩坏了，好吧？我觉得再过一段时间，可能我的孙子都要出来了。完了，我好像不应该说这个话我不应该说这个话的。好了，去下一个地方。食物类、武器类、小铃铛食物类、木鱼食物类。这个食物类的话，好像是。吃的东西我觉得没必要拿了，装备的话倒是可以拿一下。对呀、干什么？这是我的，走走走。哦哦哦！对不起，搞反了，搞。等一下，哥哥。头盔还给我！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样的，对不起。怎么这么讨厌了你啊？为什么你的是钻头，我的是铁头？蓝钻裤、蓝钻胸甲、蓝钻鞋子，还有啥？哎，还有金铁的后面。哦，那我的也有，我的也有蓝钻套，嘿。走吧，咱们开始 PVP 吧。这个鱼骨弓的外观我看一下，金箍棒什么玩意？那个棒，你叫啥玩意，哥哥？不是这个鱼骨弓为什么是把我身体套在里面的？应该是拿你的肋骨发射吧？对，没错。开启训哦，不对，开完训练方块再去 PVP 场所。会激活，算了，就在这吧。作者，你还能再懒一点吗？哎，打不着，打不着，还金箍棒，你还金箍棒，完了，还金箍棒。哥哥，你在哪里？我哥哥死了之后就全部都那个了。哇，你这什么鬼？你背包里面有多少坨鸡屎啊？怎么这么多哥哥，啊？你不要偷我的计时啊！离我的计时远一点。点击去探险啊？是不是傻哟？有星星礼盒的。忘了，哥哥，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，等一下，哥哥。不要偷我的计时！大笨砸死你！大笨砸死你！
年呢？砸死！砸死！我们离得近了吗？我们好像有离境啊，我看到你了。咦，找不着，我走位，风骚的走位，打黑板砸不死我，我可是铃铛老师，怎么可能被黑板砸死呢？嘿，不怪成的，完了，我又演了重生。那我是不是最近智商有点欠费呀？要多读点书。等一下，这黑板上面好像还有字的，我看一下。什么字呀？有 A B 两个字。A B C D， 哥哥我看到了。来了吗？我没有来。来了吗？来了吗？我用大错觉我没有来。我用大鸡屎砸死你，大鸡屎！哥哥，你不要动我的鸡屎，跟你讲了，不要动我的鸡屎，你为什么要不听我的话呢？我箱子里面本来就两组鸡屎，好吧？你跑反了，是不是傻哟？哦，对不起哥哥，是不是傻哟？你走开，你离我远一点，不要动我的鸡屎，不要拿鸡屎丢我。嘿，丢不着，哎，风骚的走位，丢不着是吗？啊，丢不着是吗？我跟你玩了，我哪里走？哎呦，丢不着，咦，气不气？咦，你来捡东西，你来捡东西必定要被我丢到。咦，这个鸡屎的伤害好低啊。你肯定有专属法杖，你肯定有专属的武器，看着你的专属武器是什么。鸡屎法杖。我那个大草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鸡屎法杖吗？这明明就是鸡屎 RPG 好吧。你看，他丢出来的就是鸡屎。原来这么大，原来这么大坨的鸡屎就是你那个专属武器的弹药啊！对呀。干什么你？就你有炸土神器是吧？等一下，哥哥，你不要着急，我还有我在天上飞耶，哥哥，你看到我了吗？哥哥，你知道吗？我飞下来的时间有应该有8秒钟，然后刚好掉下来，护盾没了，摔死了。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把自己砸死了？哥哥，我游戏崩溃了。熊孩子，哎，反应过来了，反应过来，来，看一下你的最属不对，最新的专属武器。别打我，我仔细看一下。你拿着手动，跳到这个方块上面来。来，我摔吧。不是鸡屎的，这明明就是鸡屎 RPG 好吧。你别动，哎，我什么都没干呀，哥哥，都说了你别动，叫你动。啊，哥哥，我站好了，不打。这，没错了。鸡屎棒棒糖。没错了，这个就是鸡屎 RPG， 没错了。你好。我认输。好了，咱们结束这一期了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